久不见，这一次呢，我们是有备而来的。上一集搜刮了一堆的资源、武器，然后呢，我现在把这个 Maggie 配置这个火箭筒 RPG， 然后那个 Glenn 他是用机枪，然后这个 Dale 他是拿狙击枪 ，OK， 然后我把那个火神机枪都改装在这台车子上面。我们先把这个丧尸清一下。哎，这炸我车啊！我车不能爆 ，OK？ OK， 我们先上车好了。我们先离开这个地方，这边被丧尸围绕了。我们现在要去的地方呢，是这个 Michael 告知我们在这个废弃的这个飞机的什么垃圾场哦。看一下地图啊，在哦，好远哦。OK， 靠近这个地方，然后据说这边有个基地，然后有尼根的手下在那边驻守。那我们要去解救那边的生存者，还有想办法先歼灭他们的部队。OK， 我们先前往。刚好选在这个接近傍晚的时刻，这个时候偷袭是最棒的时候了。我先试试看这台车子它还可不可以发射。哦，还是可以发射子弹，所以所以所以。这个就有点夸张了。哦，是哟。据说这边有重军驻守在这里，而且火力强大，对，所以哦，很多丧尸啊，应该碾过去了吧？我已经快到这边了啊！糟糕，还被看到，会被攻击啊！先，其实也没差啊，你把它冲过去好了。车子被挡住了！哎呦呦呦！哦，直接把大门炸开哦！睡哦睡哦睡哦！哎！哦哦！我觉得要下车了，我先把车停在这里，反正它防弹的嘛，对不对？我这人好多，这太多人了吧？哇！你在干嘛？车子爆了！哇哇嘞！哎、欸，我的车子坏了啦！干嘛这样啊？哦，为什么会出现一堆烟雾啦？我被丧尸追了，然后你们又在那边，快快快快！扫射啊，扫射啊！哇、哦，你很凶哦！丧尸过来，丧尸过来，支援一下，支援一下！哦，哦哦哦哦！丧尸追着我跑了！哇 ，Maggie 真的是好强啊！哦。哇，里面有丧尸啊！走开啊，你走开啊，走开啊！啊，里面的人物变丧尸了！快支援支援支援，打他打他！哦，哎呀，没中没中，快快快快！这么快，一堆尸体的。我先换个枪，我先没子弹了。谁跑出来了？
没子弹了，糟糕！哇，慢动作！丢！丢！哎呀，这滑鼠很难控制啊！走开，走开，走开！哦，里面还有燃烧人！哎，我先躲起来一下。哦，超级凶猛！旁边有丧尸啊，快点！到底还有多少人呢、啊？哦，丧尸，丧尸！哇吼！哦，可以把门关起来嘛？这样丧尸都跑过来了。快啊！不行啊，这边客满了。啊，保护我啊！怎么感觉很狼狈的感觉？还有人呢、欸。哦，你也瞄准一点嘛。我看一下这边啊。什么？幸存者在逃窜啊，还是有人在这边哦。奇怪，怎么没看到人啊？这干嘛？我看看这附近有什么。刚才可能站在我正前方，这样好怪哦。你是谁？把手举起来。是可怕的科学家，哎、欸，他居然穿墙了，他卡住了、哦，我来解脱你啊！谁们尖叫？哎、欸，有人，有人，有人！哦吼，你干嘛把车炸了？哦，谁在射？看不到啊！帮我射僵尸了，真好哦，好凶哦，干嘛扑过去？天哪、啊，你有事吗你？哦，我在上面，上面。哎呦，哪边在射我？上面啊，看到，看到了。对哦，这边哦还有人啊，应该没了吧齁？哎、欸、哎、欸，为什么？哪边来的？上面哦，为什么？我先寻一下，避免有人攻击我。子弹来自左边啊。哪边啊？你把这个人干掉了。哦，这里这个基地好大，可是好像也不太好守吧？这么多丧尸跑来跑去的。我看一下这里。哎，这个上不去吗？为什么上不去啊？别闹了好不好 ？OK， 至少我们有一台直升机可以用了。我先看一下他们的老大在哪里？我们找一下他老大。是谁在骂脏话、啊？哎，是不是有台直升机坠毁了？哎。我跳过去干嘛啦？我来爬回来一下。哎呦，猜猜我看到谁了哈？就是你。呀，哪边啊？有人躲在后面啊！我先把他清掉啊。
欸，没有人啊，是我错觉吗？算了，我们先把这个主事者带回去。这个不是德怀特吗？尼根的左右手，对。不过这个德怀特说他愿意加入我们，一起除掉尼根，因为他受他的欺负太久了。OK， 我们这次就带这个德怀特回去。这个太太非常的老神在这边看他的萤火。在烤他的棉花糖。Okay， 我们这边应该没有敌人的吧？一直在尖叫啊！先好啦，我们去开直升机啊，好不好？我们直接回去我们的警察局。哎，怪了，他们怎么不上车啊？不上直升机是怎么回事啊？好吧，那我们直升机不能开了。因为他们都不上来，那我们找个载具啊，我们找个载具，然后再开回去原本的地方。这样，可是我的车都坏啦，为什么还是有那个军人的声音？难道这附近还有军人吗？哦，看到了，边边角角，把他们清掉了。应该没了吧？啊，还是寻一下好了。这个地方其实也蛮大的。欸，为什么这边有这个车子啊？浏览车。哦，这台公爵。可是我们现在用不到它，我们人太多了。不行，这里过不去了。欸，不过我们坐这台车刚好吧，应该可以。太好了，终于天亮了。可以吗？欸，不行，这台车只能坐四个人哦。别闹了好不好？好，那我们去找一台可以坐五个人的。这台可以坐吗？应该可以吧，6×6。耶，太好了，我们开车回家。我们先撞倒这附近的丧尸 ，OK？ 你好，看看后面台车。欸，那台机车可以，这台车可以开吧？不行，它三个人坐的哦。欸，我试试看它机枪塔可不可以用哦。耶，yeah， 可以用。我只要后坐力好强哦。轮下面上来之后就可以开枪了，得，后坐力也太强了，得。啊，不行，我要吃东西了。欸，这什么啦？出现 bug， 喝个水啊，吃个东西。好，哇，那这样子够坐啊，坐不下啊。可是我又很想要开它，这样打丧尸还蛮好玩的。算了，只能放弃了，对不对？我们直接坐这台6×6回去。欸，其实旁边好像有那台叛乱分子，应该是可以。可行啊，对不对啊？等一下，车子刚刚不见了。哎，怎么会这样？啊，我不管了，你先上来吧。好了，我们出门了。从这里出去啊。我记得这边有叛乱分子啊，我刚才有看错吗？哦，我那台车坏了，不是那台哦，后面有看到了。
希望它没有坏。哇，满地的胶丝啊，好恶心啊！换这台啦，对不对？哦，太好了，太好了，机枪可以用。但是它的后坐力还是很强。啊，那个德怀特坐后面啊。哦，不会吧？这个门卡住了耶！我就是偏要过去，你奈我怎样啊？啊，出来了，出来了，出来了，哈，出来了。这个 view 真好，这个 view 真好。哎，不好意思啊，这个 view 真是棒啊！哦，那我开去哪里啊？我先标一下啊。对了，上次说要去这个山上捕捉一些动物，哎，可是这个山上离我有点距离啊。这样子的话，我先去抢个超商好了。然后再开回家。哇，这个山上真的有点远了，算了算了算了，倒没说。哇，这个机枪好啊！来个丧尸让我打一下。哎，这个可以扫射一下。对对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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对。我家在这边没有丧尸啊，对不对？下啦！哦呦 ，7-Eleven 哎，可恶，又出现 bug， 该死！不让我开门，让我进去，为什么会这样啊？是什么烂 bug？ 好吧，我们这一集先到这边啦。喜欢我的影片呢，别忘了订阅。分享出去哦，那我们下期再见啦。